心的人平安。平安。这是一个人生特别的日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上帝疼世间每一个人。上帝爱世界每一个人。所以，让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疼咱的妈妈。所以，让我每一个人都爱我们。唔知妈妈疼你，你有疼妈妈无？不知道有爱妈妈吗？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但是妈妈真侪时阵是真无可爱。但是妈妈很多时候都不可爱。真正我感觉妈妈真侪时阵无可爱。真的，我觉得妈妈常常不可爱。但是不管在妈妈的疼是真的。但是不管如何，妈妈的爱是真的。伫遮伫头前。阮两个拢甲白花，我们两个都在白花，但是，但是，哈哈哈哈哈哈，什么花？我的妈妈51岁就离开去，他的妈妈50岁就过世。比如讲了，伊的妈妈到即马94啊，还搁在伫遐。妈妈在，阿妈。每一个人，咱的人生的处境无同款。所以每个人人生处境都不一样。但是，咱大家人爱勇敢行咱的路。但是我们要勇敢向前行。今天讲一个故事。现在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着犹太人，说是一个上聪明的民族。犹太人说是最聪明的民族。但是，还佫有一个犹太人的中间上聪明的王，叫做所罗门王。但是，这里有个最聪明的王，叫所罗门王。当伊就任最王的时，已经少年，已经惊吓。他当他就任当王的时候，他非常年轻，他很害怕。伊唔知我个治理这个国家。他不知道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伊甲上帝求一项，求你互赐予我智慧。他甲上帝求一样，求你赐给我智慧。啊，只有一项真歹判断的案件来到现在有一件很难判断的案件来到他面前。再讲两个记录。他说两个记录。我想伫以前迄个社会，记录人敢那常常存在，因为伫咱的圣经内面有太侪记录的故事。圣经里面好像记载很多记录的故事啊。只有两个记录。这里有两个记录。因两个争论真厉害，为了一个囝。他们争论的非常厉害，就为了一个孩子。就是咱一般看做无好的记录，伊嘛是拢也阁真疼囝。就是一般我们看为不好的记录，也非常害怕的孩子。因这个家有一对，这安尼讲，因两个过去到王的面前，为着因一个囝。他们两个告到王面前，为了他们孩子。一个讲，一个说，王啊，这个负责人跟我三个住伫一个厝内。王啊，这个妇人跟我一起住在一起。我住伫厝的时，我生产伊伫遐。我住在家里的时候，他生产他在哪里？我生产他在哪里？我生一个宝宝。我生一个男孩。几天后，伊嘛生一个。几天后，他也生一个。一日暗时。有一天晚上。伊无小心，家己囝第四。他不小心把他自己的孩子压死。伊半暝起来。他半夜起头。趁我伫困的时。趁我在睡觉的时候。家伊的死的囝过来我家。把他生的孩子抱在我这里。把我的囝抱伊的胸前，把我活着的孩子抱在他的胸前。天光的时，天亮的时候，我想要饲我的囝，我想要喂我的孩子。我怕是这个囝是死的。没有打算这个孩子死掉。我注意看，我注意看，这个囝根本不是我。这个孩子根本不是我的，是伊的，是他的。但是已经掉包。但是他已经掉包了。啊，因为囡仔都不出世。因为孩子刚出世。一挂象征，一挂。物件真歹分，一些东西很难分辨，所以两个就直直争，直直争，对地方直直争到王宫去。所以他们两个一直相争，一直到王宫。因在咧讲的是，我的囝是我的，我的孩子是我的，死的是你的，死的是你的。另外，迄个讲不是我的是我的，死的才是你的。另外一个相反的意见。啊，这两个告到王的面前去。这两个告到王面前。王要安怎判断？王怎么判断？王也无在场。王在场，王也无什么证据，王没有证据，王也无证人，王也没有证人，所以大家因两个刚刚争来争去，我还是我的，死的是伊的。所以他们两个相争的时候，王突然灵机一动，王突然灵机一动，
叫讲哪一天啊，第一日倒来。说来人啊，哪一次到来？将这个坏人啊划做两边。将这个活的孩子劈成两半。因为真假的老母船直接走出来。各位，真假不明就在这里。我这不对嘞，要请问讲。即句即个话的囡仔，唔知伫倒一个妈妈的，是伫真的妈妈那边，还是假的妈妈那边？即个话的即个，请教大家，这个活的孩子是在真的妈妈那边，还是假的妈妈那边？叫两个妈妈各生一个囝。这里有两个妈妈，又生一个孩子。家里家己的囝在死。这里把他孩子压死了。伊怎啊，家己死的囝，无去互伊家己的活的囝过来伫遮。他死的孩子跟活的孩子讲。所以这部手里有那个活的那个，所以现在手里有活的那个，那个妈妈到底是真妈妈还是假的妈妈？那个活妈妈，假的，假的哈。所以真假，这部是假的得到真，得到活的，真的辛苦，这个是死的。所以真妈妈拿到死的，死妈妈拿到活的。死孩子的妈妈跟死妈妈，现在王公一支刀拿来，王说一把刀拿来，将这个活的囡仔划分两边，将这个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就这个真的妈妈，这个此时这个真的，大声话，我妈妈千万唔当，大声喊说，妈妈千万不要。宁可把这个孩子送给对方，我宁可把这个孩子送给对方，不然他挂在两边，不要劈成两半。那个是我真的，那个是我的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因为这个叫做真妈妈的心情。各位，这个叫真妈妈的心情。这个妈妈，伊伫伊的生活，伊的行为不一定完全。真的妈妈，她的行为不一定完全。但是伊疼囡仔的心是真的，但是他爱儿女的心是真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咱到底来读一下好不好？啊，咱用华语到底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预备来。耶稣知道自己一世归父的时候到，他既然爱世界。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耶稣那是真对上帝来。如果耶稣真的是从神那边来，那他说耶稣是真疼世间的人。如果耶稣真的是爱世间的，伊真正疼上帝的囝，他真的爱神的，就疼因到底，就爱他们到底。因为那是这个老母是真的老母。各位，如果这个母亲是真母亲，伊一定会疼伊的囝到底。他又爱他到底。这个是一个老母的心。这是一个母亲的心情。唔知什么人，但伊的囝在死啊。这谁压死他的孩子？因为咱真实的生活的中间，有人把伊的囝在死吗？在我们真实世界之上，有人真的把孩子压死吗？有人用伊的话，会把囝带到去用卫生队，你敢知？有人用自己的话把孩子压入去死。你看的老母叫做真唠叨的老母。那种母亲叫非常唠叨的母亲。为老母用伊真强烈的疼。有的母亲用她非常强烈的爱，强烈的疼，疼到儿子几乎喘不过气来。用她强烈的爱，爱到儿子都喘不出气来。因为迄个疼是强烈的疼。因为那个爱是强迫的爱。有时一个老母对儿子的疼，疼到儿子伤痕累累。有时候母亲爱孩子太深，使孩子伤痕累累。不一定是听得真深啊，是迄个爱的方式啦。好了，这是不是很深？是爱的方式。所以今仔日是母亲节。各位，今天是母亲节。咱伫咧将伊咱的少年伟大的妈妈来听。我们将思念母亲伟大爱的妈妈。
上面咱嘛伫咧调整，讲要安怎样做一个真实疼的妈妈。我们自己要调整，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我们做一个真实爱的妈妈。好，咱的疼是真正真水。让我们的爱真的是很美。我囡仔的感觉真感动。让孩子觉得非常感动。唔通让咱上面真疼，但是囡仔真艰苦。不要让我们自己真的很爱，但是孩子很感。你是囡仔真的妈妈吗？你是孩子真的妈妈吗？那阿力哥安怎让你的囡仔感受到你的疼是那样的水？那如何让我们孩子感受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美？一个妈妈疼囡仔疼了，让囡仔伤痕累累，这款的疼对唔对？一个妈妈爱孩子，爱到让孩子伤痕累累，这样对。一个妈妈疼囡仔疼到啥，无爱插你，你唔让我疼，好，我就无爱插你。啊，这是一个极端的现象。一个妈妈爱孩子爱得太深切了，你不听我就不理你，这样对吗？因为咱要按怎样真正爸囝、母囝这个感情，但是还几十年了尔。各位，我有时候跟母亲在一起，可能就几十年了。到可能常常用囡仔爱的方式来疼囝。可能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来爱妈妈。用囡仔真欢喜的感受的个方式来陪伴囝，安尼就好。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来陪伴。耶稣伫这讲一句话，讲伊既然疼世间属伊的人，就疼因到底。耶稣说了一句话，他爱世界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迄个疼是照你的方式来疼。那个爱是照你的方式来。耶稣伫十字架顶来疼，伊用不断。牺牲付出服务的疼，要来挽回的疼。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牺牲的爱，为了挽回我们世人的心。我们今仔日伫这个母亲节的时，咱大家拢调整咱的脚步，咱也真正疼咱的囝，咱用因会当接受的方式疼因到底。我希望今天的母亲能够调整自己，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来爱一个小孩子。这个叫另外一个故事。现在有另外一个故事。叫另外一个老母，有另外一个母亲，伊真实的老母拒绝伊，他真实的母亲拒绝了他，因为这个囡仔是混血儿，因为这个孩子是混血儿，因为这个妈妈唔知甲啥到底生这个囝，这个妈妈讨厌这个囝，那妈妈不知道跟谁生的，他就讨厌这个孩子。这个囡仔出世的时，又是青年，这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又是瞎眼。青年阁是混血儿，这个老母偌见笑伊家己有这个囡仔。瞎眼又混血儿，这个孩子，这个母亲非常见笑。所以就把这个囡仔弹掉。所以把这个孩子丢掉了。所以把人捡起来。别人捡到。迄、那个捡伊人嘛，唔知要安怎处理。捡到的人不知道如何处理。甲送去警察局。就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后来伫联络对台北联络讲，倒位有一个，倒位。会当收留青年的囡仔，警察就一直在找可以收留这个孩子的地方。后来，这个囡仔，这个青年囡仔，就从辗转送来到台中的惠民青年学校。这个孩子就被辗转送到台中的惠民学校。我的好朋友，我的长辈，我所敬爱的许淑静校长创办人，就接了这个囡仔，从底下来领养教。我所敬爱的长辈许淑静创办人就收养这个孩子。这个囡仔在惠民盲校安尼直直经过。这个孩子在惠民盲校这样一直经过。啊，若有机会，我会当阁邀请惠民盲校内面，即马有一个青年的另外一个啊钢琴甲小提琴的演奏家，望叫安尼来咱中间来做点成就水的故事。如果有机会邀请他们有一个会的钢琴啊。演奏家来我们这里做见证。啊，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这个韩义明 Daniel 啊 Henry， 伊后来有一个宣道师伫因内边的一个德国的宣道师要转去德国。有一个 Henry， 他有一个宣教师，德国的宣教师，后来他回到德国去。我甲伊办手续，联用转去德国。他就办为了办手续。就回到德国去了。在德国，这个宣道师傅直直栽培，直直栽培这个青年的囡仔。在德国的宣教师就领养这个孩子，去栽培他。因为你若上网查这个人，你会当看到这个在德国，在全世界
现在已经是并且真出名的小提琴的演奏家。对，这位孩子现在已经变成非常出名的小提琴的演奏家。你边啊，你看到遐一个德国的真水的小姐。你看到旁边那个很美的德国小姐。后来住伫同一个社区内面。后来住在同一个社区。后来同伫一间教会。后来同一间教会。这个德国的小姐就深深的爱上了他。这个德国小姐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德国的小姐爸爸妈妈真反对。这个德国小姐爸爸妈妈非常的反对。你若嫁给伊，你这么优秀，你若嫁给伊，你都爱照顾伊一世啦。你这么优秀，这嫁给他，你要照顾他一世。结果这个小姐讲，无，唔是我来照顾伊，是伊来陪伴我。这个小姐说，不是，是他在照顾我。你虽然伊痴迷，总是已经优秀，已经达标。虽然他瞎眼，但是非常优秀。你真有信任，真有信用，我真有贴心，是伊来陪伴我。也很有爱心，是他在陪伴我。因为潘玉玲这个痴迷的囡仔，真的老母丢弃他。各位，这个真的母亲丢弃他。但是另外一个妈妈接待。但是另外一个妈妈接待。拢没有血缘的关系。都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今仔日是对有血缘的关系，妈妈讲到的无血缘的关系。我今天是从有血缘关系的妈妈讲到没血缘关系的妈妈。我想这是咱中华。这是我们在我们彰化。阿妈。阿妈。二人的阿嬤也跟我很好很好的一个长辈。二人的阿嬤也跟我很好。我若不是去温哥华做牧师，其实我跟伊也是非常亲。如果他不是到温哥华当牧师，他会跟他非常的相亲。我若不是回来专心在陪我的老爸，其实我有可能在台中的桂林盲校接这个盲校。他如果不是专心回来陪他父亲，他可能会接桂林盲校。啊，这个叫这个喜乐，阿妈。但是这个喜乐妈妈，阿妈。伊是甲别人所有的家庭生落来的囡仔，着小儿麻痹，爸母不爱伊的，伊拢甲救着去啊。他就是把所有别人不要的孩子，小儿麻痹还是什么的，都收留到他那边去。伊直直照顾别人不爱伊的。他一直照顾别人不要的孩子。因为伫这个时候，我们跟咱分享一下，咱来讲台湾一个讲多元家庭，其实多元家庭这是多元家庭一个态。各位，每一个人都在说多元家庭，其实这个是多元家庭。这等于是讲，这个囡仔将来，那入院将来，阿妈会当做伊的妈妈来签。各位，这边小朋友如果住院，这个阿妈可以做签名的动作。对，妈妈。所以这个囡仔如果嫁娶，这个阿妈会当做伊的妈妈，甲伊送别。等将来长大了要嫁娶了，这个孩子，这个妈妈可以送别，或者是帮不见他分别。你咱来看见社会也不存在另类的妈妈。我们知道社会存在一个另类的妈妈。真侪时阵，一个人出世，一个人的一生，生伊的妈妈对伊的贡献并无一定真大。有时候，生的妈妈对他贡献并不大。是另外的外面的妈妈。是另外的妈妈。对伊的鼓励，对伊的疼爱，反而更大。反而更大。有真侪人。有很多人。伊在伊的人生成长的过程的中间，真孤单。在人生过程中，他非常孤单。无人陪伴，无人调整伊的思想观念甲行为。没人陪伴，没人。即摆有偌侪教会拢伫咧办遮个迄个课业辅导班。很多教会都在办课业辅导班。伫咧陪伴遮个无适当的妈妈陪伴囡仔。都在陪伴。因为咱真正真多些遮个另类的妈妈。我们真的很谢谢这些另类的。社会真需要更加侪另类的妈妈，是不是更需要很多另类的妈妈？还是今仔日这个在规个走抓去？这个家有规位的姓名在咱来读一下吼，对，来，儿女是上主所赏赐，子孙是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家的儿女是上帝所赏赐。
这里说儿女是死在天上，是的，子孙是上帝赏赐给咱的，儿孙是上帝所赏赐给我，所以各位兄弟注意一项，你的子是暂时脱离管理了的，我们的孩子只是暂时脱离脱我们管理而已，你子的性命是属于上帝，儿子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所有的敬爱上帝的人，你就好好听你的宝贝啊。所以敬爱上帝的人，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因为有一天，因为离开了。因为有一天他们会离开。因为真正这个生命是上帝的。因为这个生命真的是属上帝的。所以圣经嘛咧讲，要教你的囝可以行啊正道当的路，就是到老也拢无偏离。圣经也说了，教导你的孩子。也不偏离。那人要安怎真正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好好来照顾？我们要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照顾？我有一个好朋友，戴志仁医师，伊写一首诗，安尼讲。我有一个好朋友，戴志仁医师这样说。你描写妈妈的伟大，妈妈的辛苦。在描写妈妈的伟大跟辛苦。伊在讲暗时我要困的时，妈妈也未困。晚上我要睡的时候，妈妈还没睡。透早我起来的时候，妈妈已经拢未啊咧。清早我起来的时候，妈妈在煮饭。我要困的时候，妈妈拢也未困。我要睡的时候，妈妈都很睡。我起来的时候，妈妈拢未啊咧煮饭，我起来的时候，妈妈都在煮饭，而且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我真奇怪，真奇怪，我的妈妈带闺女拢无困。我很奇怪，为什么妈妈都没睡觉？因为这款的情况，在我成长的过程，是什么？在我的情况，真的是这样。我几乎唔捌看到我的妈妈倒伫眠床。我几乎没看过我妈在睡觉。因为大概阮最近仔是睡到暗时十二点，伫外埕睡到十二点，伊就叫阮去困，原来家己也搁伫外埕，他妈在眠床。每次到晚上十一二点，我妈妈都叫我出去进去睡觉，然后我妈妈还在庭院里面。阴惨啊！这惨，不是超阴啦，这个阴惨啊！就是伊爱爱查，用了他们这个点查呀，中查财家伙，不是查，财。到十二点，伊拢叫阮去滚，原来家己一个当迄个外埕买，当那个烟草。到十二点，他还没睡着。透早爬起，伊所有灶骹、厨房、大门拢好，早起顿大人要食，拢全伫遐。一大早起来的时候，我妈妈什么都准备好。从来不看到伊倒伫眼神，不会画面。从来没有看到他躺在床上，除非他是。真奇怪，真奇怪，我那母太闺女拢无困。为什么我妈妈整夜都没睡觉？我想，伊咧就是老母的疼。我想，这就是母亲的爱。老母实在够憨。母亲真的很笨嘞。伊拢饲，拢把这个囝饲到饱饱肥肥。都把孩子喂得饱饱肥肥的。然后，囝有力甲伊咧冤家。然后，让孩子有力量跟他吵架。差几十年，差几十年。目屎搁含了，搁继续煮三顿给伊吃。他眼泪含着，也是继续煮三餐。煮好啊，搁叫伊当老爹，讲落来吃饭，搁叫到好囡仔，甲伊当我的弟外孙。然后叫下来吃饭，还让孩子觉得很烦。老夫实在是，讲是这世间有谁这样戆的啦？为什么这么笨呢？我的母亲。真正的老夫就是用伊的方式在听你。真的母亲就是用他的方式在爱。真的老母就是不管囝儿安怎样，就是囝儿这么叛逆，这么无听话，老母真正是常常流着目屎，伫咧等伊大，等伊干活。即使孩子很坏，母亲还是流着眼泪在等他长，等他觉悟。汪望咱幸福教会是另外一个老母。我盼望我们永福教会是第一个母亲。因为我教会伫这个家会当陪伴真侪另类囡仔伫遮大。永福教会能陪伴许多另类的孩子在这里长大。所以，亲爱的兄弟，所以亲爱的兄姐，当咱伫咧讲
耶稣基督欢迎所有的人进来到你教会。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欢迎所有的人进来教会。耶稣基督在外教营以后，请咱们的呼召讲，既然如果背重担的，通来接受我。耶稣不知道说，凡劳苦背重担的，来接近。然后有一挂人就安尼进来。有些人就这样进来。我无毋茫有人伫永福教会内面对一挂行为奇怪的人讲伤重的话。我不希望我们永福教会对一些行为奇怪的人说一些很重的。我毋茫伫遮，你若看到有一挂人行为较奇怪，请你用加倍的听来陪伴伊，甲伊唱歌。如果我们看到有行为奇怪的人，请我们用加倍来。因为有一挂人可能伫厝内受伤。因为有些人在家里可能受伤。有一挂人伫外口社会工作受伤。有一些人在社会工作受伤。有一挂人伊咧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因无人好好陪伴调整伊的心灵的态度，对待人的态度。有许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受伤。所以，毋茫因有人进来到永福教会。盼望有人进来永福教会。永福教会是上帝的家。因为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家，家比这侪侪人，伫咧互相陪伴、在互相陪伴生命。有一万能这样软弱，有一点我软弱。我唔满意当陪伴，我唔爱跟我计较。我但愿你能陪伴我，不要跟我计较。有一日你若能这样软弱，我嘛安尼用基督的听来陪伴你。有一天你软弱，我也能够。我让你以后告我定罪另类有爱心的教会，那我们有教会成为一个另类有爱心的教会，好吗？好。那感谢上帝，我让我们这个机会发展更好。叫两位圣经，咱三甲来读，用欢喜来背来。你母亲也老，要敬重她。Goodbye。你母亲也老，要敬重。你的老母老了，你也过来敬重伊，敬重伊，来下面一句，对，来，要让你的父母快乐，让你的母亲欢喜，就爱让你的父母欢喜，让你的让你的老母快乐。因为你这个家，我可能看到你的图，大家看看图，父母在你细汉的时，一摆过一摆亲你。父母在小时候一次又一次的亲你。唔知你多久无亲你老母了？不知道你多久没有问你妈妈了。你的父母在你细汉的时，不断洗你的脚，洗你的手。你的父母在小时候不断洗我的手脚。唔知你有注意无？搞不好你的老母。的脚甲手规个拢变形。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父母手脚都变形了。伊的指甲可能枯了了，还是指甲真长，唔知你有伫咧来教无？他的指甲都变形，不知道你有帮他剪吗？唔嘛，有时阵你洗伊的脚，然后洗伊的手，我想这是最惊一个到父母年老的时，对父母真大的安慰动作。但会有一天你能够洗他的手脚，这是对父亲非常安慰的动作。那你感恩的心上加来祈祷。现在上帝，我感谢你。现在神，我们感谢你。真正想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疼我的妈妈。真的想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我的母亲不一定真好。我们的母亲不一定很好。我的母亲不一定捌字。我们的母亲不一定识字。我的母亲不一定对待我的态度、讲话的方式，不一定我喜欢。我们的母亲对待我们的态度，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因真正疼我。但是他们真的爱我。我恳求天父上帝。我们恳求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我们学习一项。让我们学习一样。体会母亲的心。体会母亲的心。不跟母亲计较。不跟母亲计较。知影伊真正疼你疼我。他知道他这么爱我。我只有不断对伊讲，老母多谢你。我就不断说，妈妈谢谢你。老母，你年老的时候，我要让你快乐。妈妈，你年老的时候，我要让你快乐。老母，我要尽我所有的表现，最好的表现，让你通安慰。
妈妈，我要尽我所能让你得到安慰。我的上帝，因为我的所做就欢喜讲。我的上帝，因为我所做的就高兴地说。好过敬重的仆人。好又敬重的仆人。我那里祈祷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